那我今天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个秀发的干洗喷剂，就是像现在这种东西就也是很流行啊，就是说像你头发如果就是昨天没洗头，然后今天可能就要出门或干嘛，然后油油的话，然后就是喷上这种东西就可以快速就是让你头发就是不会这样油油啊塌塌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当然就是只能做急救用啊，不要说就是喷了这个然后都不洗头，这样非常的恶心。对，那我今天就是因为为了要示范这个影片，所以我已经两个晚上，等于说今天是第三天就没有洗头。对，然后所以我的头发你可以看到就是有没有就是比较就是油油的，不是那种蓬松感，就是有点那种扁塌扁塌的感觉。对，那这个干洗喷雾呢，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的口味，然后那我就用其中这一罐来示范。那使用方法就是很简单，你就是盖子打开之后，然后你摇一摇，然后拿远一点，然后是要喷在发根的部位哦，因为发根才是油最多的地方，所以你要把你的头发就是整个这样掀起来，然后这样子，你看它会喷出像这种白白的东西，然后你就是不小心吃到，所以喷的时候记得不要讲话。然后像那种刘海比较那个比较油，对不对？就可以喷多一点。然后喷的时候可以稍微这样摇一下，就是手晃一下，这样会比较均匀。然后喷的差不多之后呢，你就用两手这样子，好像是在洗头按摩你的头皮这样，然后就是搓就对了，就给它乱搓。好啦，不用很用力啦，好夸张了。搓到那个白白的东西不见，那因为它是粉嘛，所以粉它会吸油，所以你的头发就可以就摸起来就不会这样油油的了。对啊，那像长头发的人，你可以喷完之后再用头那个梳子去梳。那像小文又短发，我就不用，我就手这样子自然的拨一拨。有没有看到那个差别？就是头发不会像刚刚那样子，就是那很油，它会变得就是比较那种蓬松蓬松的感觉。对，像说有时候可能昨天晚上太累啦，没有洗头啊，然后隔天又要拍照，或是要跟朋友出去又干嘛，然后又不能这样子油油的，这样子看起来不好看，然后就可以拿这个来急救一下。对，那这个它有非常非常多种的味道，然后我自己是最喜欢这个什么清，这是经典清新，它就是一个淡淡的香味。对啊，那就是这个推荐给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